OK 了，兄弟们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波超牛逼的，更适合中国宝宝的贴纸工作流啊！这个工作流的名字就叫做卡通贴纸儿童爱不释手版本啊。顾名思义呢，我们这个工作流呢是可以给儿童去做卡通贴纸的项目的。像这种贴纸呢，我们可以拿来去打印啊，直接作为实体产品，或者说批量的做在线的这种卡通贴纸都是可以去做的。那么做这么一套的话，大概也就是20米的样子，就简简单单的1分多钟就是20米。如果单子多的话，这个小项目一天起码也有个200-300的收入。这工作流使用也非常简单，我们在客户图片上传去这里去上传我们客户的照片啊，上传我们中国宝宝的可爱照片。那这里的话是预置了我们工作流的一些关键提示词，那它预设的有不同的风格，比如水彩啊、英雄啊、游戏啊等等之类的。那这些风格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点击去更改不同的风格。那修改完这些风格和我们的客户提示词之后呢，接下来点击添加到提示词队列，一键生成就可以出图了。大概等待个1分30秒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20多张这样的一个卡通贴纸。然后整体贴纸的分辨率呢也是比较高清的，用来做冰箱贴啊，或者说打印成实体的卡通贴纸都是没有问题的。那需要工作流的评论区扣6获取啊，我是 Rick， 专注于制作高质量商业化工作流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